现在的话，现在全面放开，基本上还是能恢复一些，但是，要恢复到以前那种状态的话，还是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，因为现在一方面国门还没开，然后我们做这个宝石啊、珠宝生意这一块的话，还是要依靠一些，相当于是个进出口嘛，其实，现在货的话就很难买到，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宝石都是缅甸的。然后现在很多货也是买了，但是已经放了两年了都没拿过来。好像我经历了四五次封城吧，也就那样吧。在家该干嘛干嘛，平常没时间做的事情可以那个时候全部自己搞定了，然后自己学习一下，这样总做这个生意嘛，然后也自己学一下缅语啊什么东西的。他的一个经济命脉，包括国门只要打开，所有的经济都会流通，所有的这一个人员都会过来的一个情况下，说瑞丽恢复还是很快的，我还是相信的。我也相信我们做这个小生意的话也会慢慢的越来越好。